大家好，现在是五月份了，我们养护月季花最容易出现这种状况，因为出现温度急剧的上升，月季花我们平时养护很容易出现根腐病，严重的话整棵干枯死亡，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平时养护不当、浇水不当所造成的。我们最主要是预防为主，温度有的地区已经达到30度以上，非常炎热，有时候呢又碰到雨具，高温高湿很容易滋生一些真菌和病菌。我们平时浇水的时候每隔20天用2枚磷滴两滴兑1000毫升的水，然后呢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呢给它浇灌土壤就可以了，主要是给土壤杀菌消毒。浇的时候呢我们要完全的浇透，2枚磷是一种针对根腐病、茎腐病的杀菌药，是内施型的，绿色、环保、低毒、无臭味，适合家庭使用，而且呢也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。2枚磷能有效的遏制病原真菌生长，直接杀死病菌，减少病菌，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，月季花才能开出艳丽的花朵。好了，喜欢月季花的花友们，五月份我们一定要注意预防根腐病和茎腐病的发生，主要是杀菌。好，再见。